各位长辈、各位先生、各位女士，今天是中华民国74年的元旦，也是中华民国开国的纪念日。经过经向各位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，中华民国国运昌隆。73年前，中华民国的创立是20世纪初叶的第一件大事。中华民国的开国纪念，成了近代史上光荣和胜利的标志，铁血与争气的象征。要想先烈当年满腔必须担心激起了波澜壮阔的革命怒潮，弟子婴儿即说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婴儿诞生。73年来，我们在国务及先总统蒋公英明领导之下，秉承三民主义的理想，结合民众的愿望，把今年化为信心，把有力凝成力量，在救国建国的路程上，我们一直以天下为公的胸怀，大众执政的唐代，为巩固民族忠心中华而奋斗不懈，并在实践中突出了抗战大道。今天我们齐心一致，再以大无畏开国精神，致力于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历史任务，也必能再在本世纪完成又一件大事，开创三民主义的新世纪。当前所有中国人一直期盼的是中国的统一，要有一个自由、民主、忠厚、安和，还是中国人需要的祖国，人有一个有良知、有决心的中国人。人为马列遗作的写实土地，因此中华民国在复兴基地纯正建设的成就，与他大陆同胞的仇恨共党结绝于身。中共一日不能彻底抛弃马列，就是一日与全体中国人民为敌。不论其死后在重要右派这些不伦不类的所谓改革，都来到排放的平庸。如今我们所要做的，是在非为政权矛盾冲突危机失落的时候，加速三民主义从登大陆，给大陆同胞指引一条光明的中国前途。三民主义的理想是要以中国固有纯德清明的精神，本无伦理民主科学的特质，来治理国家，完全符
符合中国人的理念，中国人的文化，所以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必然性是铁定的真理。亲爱的父老兄弟姊妹们，中华民族是经得起考验的民族，反共复国是神体应神的事业，台湾海峡两岸在两种截然不同制度之下有了意见分明，只要我们履行先总统讲功义勋，坚守民主承诺，复兴中华民族文化，持敬持用，同心共勉，中共非党必然在全体中国人的公益之下彻底的崩溃，彻底的失败。三民主义新中国的理想必将在我们手中顺利实现。现在让我们满怀信心的齐声高呼，请起立。三民主义万岁！三民主义万岁！中华民国万岁！中华民国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万万岁！万万岁！